由迈威地板批发公司冠名赞助的第一届美男时尚辣妈大赛，自9月5号起连续3个周六进行比赛，其中有创意赛、旗袍和晚礼服展示赛及盛大的颁奖晚会。在9月5号举行的首轮创意赛比拼中，27位美丽、智慧、自信的修成辣妈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创意大秀，赢得了观众们此起彼伏的掌声和喝彩声。本周六9月12号，他们将在夏普斯坦国际学校续写精彩，将带来美轮美奂的旗袍和晚礼服表演，欢迎前来领略辣妈们的风采。由美男报业电视传媒集团和走进美国互联网站主办，东方艺术教育中心校园模特表演艺术学校协办，迈威地板批发公司冠名赞助的第一届美男时尚辣妈大赛，9月5号进行首轮比赛第一场创意赛。27位美丽、智慧、自信的辣妈带来了歌唱、舞蹈、绘画、书法、舞剑、朗诵等才艺展示。独出心裁的表演不仅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充分肯定，辣妈们呈现出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安稳保险负责人杨德清表示，作为为数不多的男性评委，美男时尚辣妈大赛德邦舞台让德才兼备的辣妈们可以施展才华，唤起大家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就是有非常好的创意，非常有才，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活动，那个充分那个让大家呢唤起了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而且呢把大家都召集在一块儿，非常有意义这个活动。腾龙教育学院校长于小春对辣妈们从家庭生活走到公众舞台展示才华美丽表示大力支持。从事教育行业的他表示，辣妈们应该自信地展示自己，为孩子树立榜样。我觉得这么多辣妈除了他们在家庭的生活中能够走上一个公众舞台，向大家展示他们最美的那一面，我觉得我就一开始我就支持，我自己是做学校的，我是腾龙学校的校长哈。那么我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妈妈们，我觉得这些妈妈就应该站出来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国泰银行资深副总裁陈明华表示，辣妈大赛的平台让专业或业余的辣妈有机会展示自信心，也肯定了辣妈们的敬业与用心。那我觉得让每一个辣妈还有想要参赛的妇女朋友们有这个机会来表现他们自己的才艺，可以增加他们的信心，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华人的社区，我们的妇女的运动更可以发挥。谢谢。大休斯顿地区的资深义工美男中国艺术家联盟理事长鲍玲老师，为了此次辣妈大赛提前从中国赶回休斯顿，志愿帮忙舞台策划与监督。他表示，女性在家庭中担当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常常忽略了自我，能勇于走上舞台的辣妈都是赢者。因为我在想，就是说咱们像咱们这个年龄或者是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他们呢在家里头他们有两个地位，一个是他们要做一个妻子，另外呢要做一个好的母亲，但是总是忽略了他们自己。那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在工作上非常优秀，在生活中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这次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展示他们自己的才艺，展示他们的平常不为人知的一个方面。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今天能够走上这个舞台的，能够展示自己的，不管是他们的程度是怎么样，我觉得都是赢者。